觉得重塑来参加乐队的夏天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可以相对而言提高一点点乐夏的整个的一个 level。 我希望重塑的音乐是可以挑选观众的，而不是让观众来挑选我们。重塑就是为自嗨做的音乐，其他的东西我们根本不在意。我们更加会关注在编曲这个事情上面，以及整个音乐的逻辑。从这个点上来说，我觉得我们乐队是难听的，但我这个难指的是困难的难，而不是说悦耳和的反面。嗯，他讲话很有文化，我觉得他是人格魅力。就是说，因为他对他的音乐有特别大的思考跟严谨度，像一个科学家在家做学问的那种感觉。235票。今天能拿到这个分数，我个人认为说明了乐夏的观众素质很高。我们是更加希望可以翻一首我们真正喜欢的歌。花起爱下，在世界难逃避命运。重塑呢，他们特别懂得利用音乐的那个延展，比如说他有两个大的段落就是不唱，他会给我很多空间，就是让我进入到他们的音乐里。我觉得是音乐的魅力，就是你要感受那个弦外之音，或者说言外之意。重塑超级乐迷37，专业乐迷26，大众乐迷97，160分，重塑胜出。重塑的风格就是属于结构，而如果不能把这个结构完整的突出出来呢，那就失去了重塑最大的魅力。有一个自由的鸟儿在一个严密的建筑上面自由的跳动，这个也是重塑从来没有的一次呈现。如果能够更多的时间，我想我们可以到101分吧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重塑和素素的分数。多少分？多少分？看他们。应该会很高，我就觉得。162，恭喜重塑，谢谢苏苏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下一场再见。我们相信我们审美是有一定的就是共同性的，更重要的是工作的那个思路，那个逻辑，大家是在同一辆车里。其实这个过程相当的顺利，而且甚至顺利的出乎我们的想象，比如说编曲啊，这样的思路其实几乎是一致的。那我们来看一看 Mandarin 和重塑最后的票数。
专业乐迷24，大众乐迷161，222票。艰难的一段经历，但是可能某种意义上正是那段经历，使重塑变得不是那么轻易会被打倒或者怎么样。不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总是能够大家一起把它给挺过去。更倾向于用这首歌和年轻时代的自己去对话，你就这么做，只要别做错的事情，哪怕日后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没有这方面的能力，但是也没有问题，你就先这么做。我希望它有无限种可能性。让我们看一看重塑的票数。肯定200以上了，他们不会满分吧？超级乐迷35，专业乐迷28，大众乐迷153，216票。谢谢重塑。我觉得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还愿意继续去尝试一些更新的东西，就是这是一个循环，让你拿到更好的东西以后，然后再继续，再继续。重塑那个理想样当中的样子，就是我们现在慢慢会呈现出来的样子。我觉得重塑有可能的话，可以走到一个顶端。听起来是很简单的，但是要完成起来不容易啊。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票数。算很高的。有意见吗？240，271，还有票是我投的。哦，超级乐迷34，专业乐迷22，大众乐迷147。你们获得了203票，谢谢。这首歌就是从黑暗中能够生出一些希望来，像圣歌一样的，很神圣。月下以来，重塑最坚实稳定的呈现了他们的那个音乐美学，而且让我越来越了解你们整个乐队。我觉得他们乐队的音乐就像是天空的密云，连绵不绝。来，让我们看一看重塑的票数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满分，190，190。188票，恭喜本期乐队的夏天排名第一的乐队重塑雕像权利。来，我们所有人把奖杯传给他们。
谢谢，谢谢月下这个舞台给予我们这个荣誉，也谢谢在座的所有的观众，谢谢各位专业评审、超级乐迷，谢谢你们。